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感受到太阳的震动吗？去找你自己的球！要推翻了。大致金碎了。在水里憋气多久？你打败我了。
火。竟敢惹我！身为亲切的主人，我会亲自接待你。真是有趣。身为亲切的主人，我会亲自接待你。真是有趣。
这才叫宝。你竟敢惹我！看你能在水里憋气多久。这才叫宝物。山顶上还有一个。身为亲切的主人，我会亲自接待你。真是有趣。是我，看你能在水里憋气多久。
住，你该赔。我的匕首，我闻到水里黄金的味道。等等，我有灵感了。我的匕首，你会爱死荣夫的。在水里憋气，
的匕首。声音了吧？哇哈哈！破坏他们的魔法！等等，我有灵感了。需要宝藏去哪呢？这些宝物配不上海盗。这才叫宝藏！有谁肯帮这么强大的神器定价格？就是我。有谁能帮这么强大的神器定价格？就是我。这才叫宝物。有谁能帮这么强大的神器定价格？就是我。
快没学才了。被我的雷霆之力震慑到了吗？有谁能帮这么强大的神器定价格？就是我。有人在那里吗？没有，那里没人。我快没学才了。气流还好玩吗？水里黄金的味道，继续掏金。这些宝物配不上海盗。做的一切为守护未来。再有人对你有什么东西？TC-130心灵错位器。